那么我在这两天呢，我学习到就是人的一生呢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啊，它就好像不断的在编写自己的故事啊。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storytelling 呢，就可以通过那个视频来就是把我们的故事啊，也让别人能够更容易的再投入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就是喜怒哀乐，让他们感到感受到我们的那种感觉啊。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，那么你会发现呢，以前你的破碎呢，现在一个个呢，它就好像拼凑成了一个美丽的图，就是这样。